大家好，我们是陆森堡的孩子哈，刚刚已经介绍过了哈，其实，我还有三个哥哥跟两个姐姐没有来到现场，因为他们住在外县市，所以不能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天呢，只好由我们四个人呢代表陆家呢来这里献唱啊。首先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叫做《感恩收获节》啊。这首歌也是我父亲写的歌，这首歌啊，它的歌词啊充满感谢哈，感谢上天赐给我们雨水，感谢上天赐给我们阳光，感谢上天让我们所种植的这些农作物呢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结实累累。总之这首歌呢充满感谢哈，其实这个也表示我们的心情，陆家的心情哈，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由部落啊来主办这样的活动，这个是令人高兴的事情，我们陆家呢感到很感恩哈，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唱这首歌《感恩受后节》，好，开始。再一次掌声鼓励。好，再一次好。刚刚指挥下来而已哦，就突然间有点好。好了，开始。好了，开始。多巴的歌。
好，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叫做《芒果树下的回忆》。啊，记得我小时候啊，很小的时候，还在幼稚园的时候呢，我的父亲呢写了一首儿歌给我们，给我们这些小孩子呢啊当做留念啊。这首歌的歌词他是这样子写的，他说呢，在我们家的前面呢，有一棵很大棵的这个芒果树。那每次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呢很喜欢在那个芒果树底下呢啊编织衣服。那我们这些小孩子呢也很喜欢啊围绕在妈妈的四周围呢，这个就在那里玩耍游戏这样子。那我父亲呢有时候啊也会来到这个芒果树底下呢啊来讲故事给我们听。啊，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呢真的是非常幸福哦。可是啊，那一段幸福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已经成为回忆了哈，就好像那个夕阳下山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了，只留下了什么呢？只留下了芒果树下的回忆。现在我们就要唱这首《芒果树下的回忆》。开始。母母的家人们，让我们再一次以掌声表达我们最深的感动以及最深的感谢，谢谢你们。我们的。